不管你是素素还是芊芊，你就是你。 是我们一起经历过的，你怎么记得如此清楚？我还记得我在水晶宫跟你说的第一句话，我记不清楚了。有话不是，姑娘竟是清秋的白浅上身。 下吧，你爹跟我吩咐过了，你必须跟我下够了七局，才能够让你去找他。我怎么可能赢得过卓岩上神？没关系，我让你就好了。哎，你这个夫君啊，是太过重色了。不下了，不下了，不下了。不如这样，我跟你讲讲你娘小时候的故事。 或者是你爹和你娘的爱恨情仇，好吗？我爹娘哪里有爱恨情仇，只有浓情蜜意。<笑>好，这四海八荒，就属你爹跟你娘感情最好了。那我们就讲你娘小时候的事情。嗯，晨晨，我们从哪里开始说好呢？那就从他娘随着我浪迹四海，为祸八方的两万岁讲起吧。 又讲到团子的亲弟弟将士，你娘小时候啊，特别调皮，天天出去惹事，还经常拿别人的东西，拿了别人的东西，还经常忘记还。你娘她呀，夜华，这三年，我时常在梦中见到你。 渐渐的就分不出梦境和现实了。梦里，你常和我说话，还会陪我下下棋。我和四哥说，如此便是最好的。只要我睡着，就能见到你。所以啊，这三年来，我常常嗜睡，从早晨睡到傍晚。 摸到水喝一口，再睡到翌日下午。
现在不是梦。夜华，告诉我，这不是在做梦，对吗？不是。芊芊，上一世，你我初遇在东皇郡集市。起初你当我是一条小黑蛇，饲养我，还喂我吃生肉。后来我以报恩的名义接近你，你却让我以身相许。之后我们就糊里糊涂地拜了天地，结成了夫妻。那段日子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幸福。不久之后，你被迫上了天宫，最终跳下了诛仙台。倘若没有阿离，我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活了。所幸三百年之后，我再次遇见你。我记得在水晶宫中，我看着你教训我二叔的夫人，右手握着扇子，左手做着你那习惯的动作，还有你训人的口吻，手上红莲业火的痕迹，都使我确信，不管你是素素还是芊芊，你就是你。是我们一起经历过的，你怎么记得如此清楚？我还记得我在水晶宫跟你说的第一句话。我记不清楚了。夜华不是，姑娘竟是清秋的白浅上生。